就是说脑梗死比较轻的话，一般就是，腔隙性脑梗死，这一般都是继发于高血压引起的小动脉病变引起的腔隙性脑梗死，这个梗死的灶很小，直径在1厘米左右。另外呢，如果说累积到大血管，就是颈内动脉闭塞、大脑中动脉闭塞，这样的话出现的就是大面积的脑梗死。就是如果说是腔隙性的脑梗死的话，这我们可能就是平时都不会有一些任何症状，只是在检查的时候，影像学检查的时候发现有梗死灶。如果说大面积的脑梗死的话，它会出现非常多的这种神经功能的障碍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的运动功能方面的障碍，运动那个就是偏瘫、瘫痪，还有言语方面的失语、构音障碍。另外呢，严重的话就出现。